旁比雨的免字旁要大，有没有发现？是。所以你雨的免字旁不要写太大哦。哦。嗯。中间起笔，微微贴右边，所以直画那一画不会完全在正中间。OK。你看我们写大哈，它也不会很大，有没有发现？好，好，这个细，注意一下米字旁。米字旁怎样呢？哈，这一个线条的长度一定不要长于它，不要跑出来它的边线。第二个你要看，你这个地方的长度比它小很多。有没有？你说几分之几没关系，但一定不要跟它一样长。简单讲，单独来说，这一段一定不会长。是。长了，你这个密字旁就会歪掉。它的点哈是由小而大，其实这个没有关系，不用拘泥。不用拘泥。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框框的第一笔，往往都是这种造型。它的特色。嗯。